哎，思宁，这是挺好吃的。好，小宝来一个，我来一个，啊。OK。啊，我两边发。哎，两边发。可以，可以。哇。嗯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为什么你做出来的披萨是方的呢？不是，也可以的，我觉得方方的也挺可爱的。啊。哎，有点像摊煎饼果子。对，哎，放很多蒜。看我的技术活啊！哎，出。哎，OK，居然没有出来。今天成功托盘，待会儿，等它炸一会儿。要转，要转。对，我在转。 Bravo， Bravo， 哎 ，Forty， 哇，抽，哎，玩酷，哎，不错啊，有点韭菜盒子的样子了啊，哇，我自己做的啊，哦，真的不错，嗯，这么大的一颗蒜。 哎呀，放了蒜以后特别好吃，知道吗？我等待你的结果，哥哥。Sotto sopra， OK。你给我放点火腿。啊，我还是火腿。转不过来，我一定要学会这个动作。哎嘿嘿，可以，是吧？你看到吗？刚才他传递一遍那形有点像三角裤的一个形状，有点像。放一点蘑菇，能好吃，这个能好吃，你这个能好吃啊？是吗？哎，必须的哈。火腿，哥哥要火腿。 不会太多了，OK 了，往里送这个可不是那么简单啊！转过来，把我们点下惊。地上，哎哎，哇，还行，还好，没那么安全，他没有送的那个利索。地上跑，出，哎，OK。 居然没有出呢，今天是成功托盘，成功托盘。先让补个，要等他烧起来一点是吧？看把你们送的很失败，送的很成功，哥哥，还行还行，鼓励他，鼓励，还行哥，哥，给你们转呢，转呢。记着记着记着，还需要转呢，哥哥。啊，走到外面的，你看不行，很操心，转不动有点。哦，哦，是这样啊。 好，咋了？着了，再不处理一会儿着了。OK， OK， 又成炭了。OK， 串，哎，漂亮，耶，看看吧，颜色感觉有点黑，有点像小宝做的，能拉出丝来，你看到没？对，哦，嗯，让他们看看。 一个长得不怎样，但是非常好吃的，一个自制的披萨。